好，同学，这一堂课老师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电流的热效应。那学电流热效应之前，如果同学对于电路的结构 V 等于 IR、Q 等于 IT、库仑定律有不熟悉的，一定要回去复习前面一段电路学的题目。不然这一段题目你完全不晓得题目在叙述些什么。好，同学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是来自于电路学。好。串联并联的观念，以及我们库仑等于安培乘以秒这个观念引申下来的，哦，因为它的学习过程在国中课程里面，有的版本它是断节，经过一年之后才学，所以有很多同学都忘掉了，一定要先去复习，才能把这些记忆找回来。好，那这个单元里面，它讲的是电流热效应，顾名思义，电流的热效应，电流的热效应就是电能要转变成什么热能。好，电能转变成热能，那我们一就把它当作能量 energy 的代号，所以能量等于 V 乘以 Q。好来，今天老师要跟同学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，今天在我们的热效应里面，如果在我们的力学里面，我们叫位能。位能，你要这样联想哦，位能是不是等于 mgh？ 位能是 mgh。那我们的电能，我们俗称叫做电位能，你要这样想哦，以此类推哦，在我们的力学里面，我们这边叫重量，来到这边我们叫电量，变成电量 Q， 知道吗？那在我们位能里面，在我们的位能里面，我们叫高度差，来到这边我们就改成什么电压，不要忘了哦。电压就是什么？电位差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，你有点联想力的话，你把我们力学所学的位能来到这边变成电的话，就变成电位能的话，你就可以从这边来联想，位能的 mgh 就相当于电位能的 q 乘以 v， 那 q 就是电量， v 就是电压，哦，把一库仑一库仑一库仑的电量，我们把它升高电压，升高电压一伏特，我们必须要给它的能量就叫做一焦了。所以你了解它的关系之后，你就不很简单的，因为了解它的最原始 VQ 好 VQ 了解之后引申下来的。好，我们把 Q 改掉，把这个 Q 改掉，因为 Q 等于 IP。把这个 Q 改成 IP 之后，就可以引申下来底下的公式。这个公式是用引导的，在考试的时候，基本学历测验它是会有给你公式的，但是你要会怎么样的使用，等一下老师在课堂上跟你讲解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它使用的时机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能量之后，一样哦，我们回到力学，从力学来推导，我们力学当时我们讲功怎么样变功率的，是把功除以时间。做功的速率嘛，除以 t 嘛，除以 t， 所以一样的，我们把这边除以 t 之后，把这里 vi 点乘以 t， 除以 t， 把所有时间除掉之后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功率。所以电功率我们的代号用 p， 电能除以时间叫电功率。好，所以电功率 p 等于 vi， 这个太难背了，老师教你一个技巧，你就记住什么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或者 Very Important Pig， 很重要的猪，小猪。好，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要提供能量啊，对不对？重当然重要啊，能量 VIP， 你这样记比较好记 VIP。因为什么？考试的时候会把这个公式引用到哪里来？第二个，电器的标识，你要特别小心。考试的时候不会单考这种东西，它会考电器的标识。好，电器的标示怎么考呢？电器的标示它会给你什么？两个特，来，一个叫做伏特，一个叫做伏特，一个叫做瓦特，给你两个特，啊，很好记，一个是 V， 一个是 VV， 好 ，VVV 就是 VV 就是 W 嘛，好，就是瓦特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之后，来看了，这是单位哦，那瓦特是功率。瓦特是功率，所以电器的标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搬出来，它就是把这个地方把这两个搬出来这边用，把这个跟这个搬出来这边用。所以你要使用，你如果这边基础没有建立好的话，来到这边你就不晓得怎么样算了。
所以我们马上电气标是马上你算电阻，电阻就是什么 V 平方除以 P， 对不对？然后也可以他知道他使用时的电流，使用时的电流就是 P 除以 V， 就是把这个地方引导过来，引导过来的。哦，在这等一下我们使用的时候，同学一定要反应快一点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回去看我们老师重点提示，那会比较清楚。老师在这边只是跟你做一个重点的回想，等一下我们做题目的时候，你会更快一点进入状况。好，第三个就是什么？我们电力公司跟我们算的几度电，几度电它就是什么？千瓦，千瓦小时嘛。几度几度是不是就是千瓦乘以小时？千瓦小时叫几度电。所以你了解这基本架构之后就很 OK， 接下来就一定什么家里的用电安全啊，这个在我们重点提示里面提到，老师就不重新再跟你复习了，回去复习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老师要为同学做一些例题的演练。好，同学，我们看到讲义上的第一题，他说下列几个单位中哪一个不是功率的单位？好，那功率的单位遇到这种题目怎么办呢？老师跟同学讲，你把单位转成公式的代号，你要分清楚哦，代号跟单位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看，质量等于密度乘体积，这叫公式的代号。那质量的单位是克，这叫做单位。所以物理学重点是摆在单位，因为考卷上面有的是单位，不是代号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。好，那我们给我们这些单位怎么样转成代号？来，首先你看到没有？安培，安培是什么代号 ？I， 所以 I 平方乘以 R，I 平方乘以 R， 刚刚有没有这个公式啊？有啊 ，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，OK。第二个答案，伏特乘以安培再除以秒，来。福特乘以安培 VIP， 可是它却要除以时间，这多此一举，所以第二个就错了，第二个就错了。他说哪一个不是功率的单位？答案是选第二个。那你看 C， C 是什么？焦耳，焦耳除以秒，哎，没错，焦耳除以秒，对不对？焦耳除以秒就等于什么？瓦特，瓦特是功率的单位，没错。好，第四个来，他说福特的平方除以欧姆，有没有看到这三个 VI I 平方 R？ 这是不是就是刚刚老师跟同学提的电功率的基本运算式子？但是电功率是 V 乘以 I， 没有除以 T， 所以第一个不是功率的单位，答案选 V。第二题，电功率，电功率来，电功率 P 等于 VI， 考试的时候反应要快点啊 ，VIP VIP VIP。哦，你这样写会比较好记 ，VIP， 然后这边再带 P 等于 I 平方 R，B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， 哦，这样子分成三个这样记。等一下我们在计算题里面用到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个地方用这样子记会非常非常的好算。好，来，底下电流跟电流跟电压的乘积，电哎没错，电流跟电压的乘积 ，bingo， 哎对。好，电功率的单位是焦耳除以秒，哎，焦耳除以秒也对。电能，电能 energy 跟电功率跟时间的乘积来表示，刚刚不是讲过吗？几度电或者是焦耳，焦耳是单位比较小的，度是什么？千瓦乘小时，它都是大单位。那焦耳，焦耳是什么？瓦乘一秒，瓦乘一秒，哎，这都是 OK 的啊。瓦乘一秒，千瓦小时，对，都是功率乘时间，所以 C 也对。好，千瓦小时是电能，来第四个答案，同学麻烦改一下，是电能，能量哦，不是电量哦，是电能的单位。他说电功率打叉，所以第四个错误的答案选第四个。这个是基本观念，同学一定要了解哦，基本例题就是我们学电流热效应一定要懂的一个观念以及公式单位，一定要记得。好，第三，哪些量可以用瓦特？瓦特是什么？电功率，又是考电功率的，加能量除以时间，能量除以时间可以，能量除以时间，刚的焦耳移过去，能量除以时间可以，电压乘电流可以，电流的平方，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，哎，可以，所以第三题的答案全部都可以，这在考你什么？就在单纯的考你 VIP I 平方 R，V 平方除以 R， 好，好，第四题。安培，两安培的电流通过一个灯泡，在三秒内消耗了六十焦耳，请问这个电压是多少？来，六十 energy 等于 VQ VIT， 好 energy， 所以来他说六十焦耳
在三秒内，来，同学这里带三，电流多少？二。请问这个 V， 他要你求这个 V 是多少？哦，这完全就是公式的简单引导，考基本学历测验基本题一定要会哈、哦。所以这个 V 算出来，请问这里的电压是多少？十伏特。所以答案是十伏特，好、哦，十伏特。所以答案是选 C， 意思，答案选 C。好，第五题，他说电炉的标示是110伏特。550瓦，好，110伏特，550瓦，110伏特，550瓦。同学，把这里写个 P 吧，写这 V 啊。然后问你说，请问电流的时候应该是多少？那很简单嘛，你先回想，你不要直接背 ，I 在这里一项过来 ，I 等于什么 ？P 除以 V 带进来，550除以110。你不要在考试的时候紧张出错喽。同学，老师一定要你记住 VIP。然后把这里带进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第五题答案选 B。好，哪一个电阻最大？这在考数学。电阻，电阻是什么？来 ，P V 平方除以 P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 V 平方除以 P？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P 是不是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？ 把这两个对调，是不是就是电阻？所以只要看到电器标示就可以算电阻，电器标示就可以算电阻，记好啊，电器标示就可以算电阻。他要找电阻最大的，这个值要最大，就要找分母，分母要最小，分子要最大，分母要最小。来，现在我们来 PK 哈、哦，你看 C A 跟 B A 跟 B V 一样 P 好，所以 A 跟 B 来，我们两个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 PK， 因为底下的 P 比较小，100瓦 A 是100瓦，它是200瓦，所以这时候 V 正嘛。A 比较大，好，来我们看 CD 来 PK， 好，它是220除以100，它是220的平方除以200，所以当然朱正嘛，好，现在只剩下 AC， 那 AC 就简单了 ，A 是多少？100的平方除以110，然后朱呢是二，它是2110的平方，来110的平方除以100。它是多少？220的平方除以100。好，这很简单，所以我们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比较大，所以最大的答案是选 C。不然你这题目可以怎么找？找 P 上面分子最大，分母最小，分子要找大，所以找 V 找最大的，所以答案选 C 跟猪。然后这个 P 要找最小的，所以答案就选 C， 这样子也可以，你不用算。好，除非他给你的 P 跟 V。P 跟 V 完全差异很大，你就要一个一个算，不然你用我们数学的分母，分母小，分子大，这个就会越大。好，第七，110伏特60瓦的灯泡接五十五 V 的话，功率会变多少？来注意听哦，这种同学很多同学会带错式子 ，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你看哦，因为你记住一件事情，电器是遵守欧姆定律。我们家里的电器，除非有特殊的状况，都遵守欧姆定律。好，所以这灯泡遵守欧姆定律。欧姆定律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接多少的电压，它的电阻都是固定的。所以 P 跟 V 平方成正比 ，P 会跟 V 平方成正比。那我先问你，你现在的 V 打折，从110变成55V， 是不是乘二分之一？这里二分之一的平方，所以电功率会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，所以 P 不让会原来的四分之一，原来正常是60瓦，60瓦的四分之一，所以答案选 A， 这样懂吗？这个是平方哦，平方的关系哦，是平方成正比，这题目要小心，这机测都考过好多遍了。好，第八题，甲乙两个电热水器，已知甲的电阻比乙大，相同电压圈起来，太漂亮了。相同电压，同学来，在这边老师要跟你提醒，只要看到家中的电器，除非我讲过了题目特别设计的，不然我们正常的家中电器一定是并联使用，并联使用你的引导式子电功率的式子一定要带有 V 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并联的时候，电器并联的时候 V 相同，并联的时候 V 相同，所以带有 V 的。好，所以这时候 P 跟 R 就会成什么？成反比喽，漂亮。好，漂亮。他问什么？请问，来哦，这个题目很多同学就会阵亡了，因为我们平常
家长给很多小孩子错误的一个词语观念，什么？哎，我们这个月的电量好省哦，用电量好省。错，应该是我们使用的电能量很省，不是电量。就是因为这句话会造成国中生的错觉。再讲一遍，电力公司跟我们家里要钱，哎，你用电，我要给你收钱，收的不是电量，而是所用的电的能量。电能，电量是 Q 欸，电能是 E 欸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同学，你听到家长在讲哦，我们这个月用电量很省哦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将错就错。真正的讲法是我们这个月用电能很省哦，这样才对哦。所以很多同学就会造成错觉。所以来看这里哦，所以不管任何电器，在能量守恒的观念里面，没有所谓的省功的。在我们的公允能那边，老师有跟同学讲过，没有省功的，没有省功的电器，也没有省功的机械。所以 A 跟 B 这里所谓的省电是省电能，所以这个 A 跟 B 没有省功的能量守恒的观念下，没有省功的，所以 A、B 都不选 ，A、B 都不选。好，关键在这里。好，反比，甲的电阻大于乙，那反比的话，甲的电压、电功率，甲的电功率是不是小于乙？好，来，现在关键就是电功率的观念了。什么叫电功率大？电功率大的话，就是代表我每秒送进去的能量多。简单的形容就是瓦斯炉，我们开大火啦，好不好？每秒给的能量多啊，这个我们讲就小火啦。这样子懂了吗？那每秒给的能量波，这个水要煮滚的话，是不是比较省时？所以乙就会比较省时。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机械里面就有省时跟省力两种，没有省功的哈。所以 A、B 一定不要去选它。所以唯一可确定的是乙比较省时，所以第八题选第四个。哦，这种题目很多同学在平常考卷经常被修理。而且被修理的莫名其妙，很可惜哈，很可惜。第一个，他可能带错试纸；第二个，他被那个平常我们日常用语那个省电哦给误导了，所以一直脑筋一直执着在 A、B 两个答案 ，A、B 都不要考虑了哈，没有省功的机械。好，第九，将规格110伏特880瓦，好，又来了，110伏特880瓦，这叫电器的标示。接在110伏特上5小时的时候，请问电流来又来了 VIP 老师，不厌其烦的多写几遍，一项过来880除以110，所以多少8A。他说电流是 A， 错 A 错。五个小时总共用多少焦耳？来，五个小时来看一下哈，五个小时我们先算几度电好了，你看几度电你就知道了。来，这是0.88。千瓦，改这个要改成千瓦，用了五个小时，这乘出来是4.4度哎，4.4度，我跟你讲，4.4度的电绝对不会是4400，好、哦，不会是4400焦耳，这个真正焦耳会多少你知道吗？要把4.4×1000再乘3600焦耳，你看那答案差多少啊？所以 B 一定错 ，A、B 都错。好，电阻来，我们看电阻怎么算。电阻老师有跟同学讲过喽，在这里，你看再用一次，电阻就会等于 V 平方除以 P。好，来带进来110，同学，老师跟同学讲啊，在这边你不要这样子写哈，110的平方880，然后真的很天才的，开始平方的再除，哇，天亮了啦，咕咕咕，而且算了，人家已经收考卷了，不要这样玩。你就分成两个写嘛，这样子看起来不是轻松愉快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看两个写，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？好，110除以18，所以算出来是13.75，所以正确答案我们是选 C。好，第九题答案我们就是选 C 了。好，这一题学完之后，你就要举一反三哦。好，机测的题目难度大概就到这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好，来。这个电热器接220，我告诉你，接220，它只有承受110的电压那个压力。你给它220，它会死给你看。什么叫死给你看？整个啪冒烟烧起来，就好像我们血管嘛。我们正常的血压，你可不可以说好？我要让你血液循环好一点，我就加压，让你血压高一点，血压高一点，人就翘辫子了。
对不对？所以你用220，它会烧坏的，不会正常使用啊。所以第四个错，所以正确答案选 C。好，第十题，如果把电炉的炉芯电阻线剪短，好来，电炉的炉芯，来家里的电器一律使用哪一个？避免加重电器。所以你看第十题，电阻变小了，分母变小了。当它分母变小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反比的关系，所以 P 会怎么样 ？P 会变大。所以这时候电阻线剪短，单位时间产生的热量会增加。你不要带错式子哦，你带到这个 I 平方 R， 你答案就会跟人家选反哦。为什么不能带 I 平方 R？ 老师有跟同学讲过哦。家里避免电路，请优先使用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， 千万不要带错公式，不然你会错得莫名其妙哦，会错得莫名其妙。好，就是第十一题这种题目。好，十一题，他说右手边有两个图，来了，漂亮。第十一题，来右手边两个图，不管是串联并联，来能量守恒，以能量守恒的观念，灯泡消耗的一定是电池给的。所以不管是左边右边 P1 加 P2 一定等于 PA 能量守恒，然后 P3 加 P4 一定等于 PV， 这个是一定的。所以来 A 跟 B 不要理它，你不要背错了。罗老师好像我有记过一个什么导数的问题，对，那是电阻，你不要张冠李戴哦。这里是 R1， 这里是 R2， 我们算并联的电阻的时候是导数相加再导数，有没有？老师重点有讲过导数相加再导数在串联并联那边，赶快复习。那现在是电功率的，这个一个是 P， 一个是 R 的，所以这个不可以带这个啦，这个不是。所以 AB 答案都不对， AB 的答案要改成这两个才对， A 跟 B 你给它写上去，这叫能量守恒。每个灯泡不管你串联并联的灯泡消耗的一定是跟什么？跟电池要的。好，再来，电池一样，注意听哦，电池一样，灯泡也一样，电池一样，灯泡也一样的话，这时候来串联，注意听，串联整个电阻会变小，送出去的电流会变少。家里的电器是并联使用，如果你要让电器灯泡好了要亮的话，电池要串联，灯泡要并联，这时候耗电量才会大。那耗电量就是要让灯泡发亮，灯泡就会比较亮。所以以两个亮度，左右两个图的亮度是 PA 大于 PB， 所以答案选第四个。灯泡要亮，记住一件事情，灯泡要并联，电池要串联，这样灯泡会最亮。最亮就是最耗电的意思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右手边不是比较省电？可是省电你还是在耗电，可是灯泡不亮，你会不会打开电灯之后家里还乌漆抹黑了一片，可是在消耗电，然后电力公司你还在缴费？没有人这么笨的，所以家里的电器都是并联使用。我们当然电费还是要付，可是我们至少要让什么电灯正常的亮，电锅正常的使用，冷气正常的运转吧。你不会开了以后全部都不运转。哦，他说这样比较省电，然后还是要付电费，没有人这么办的哦。所以家里的电器是并联使用哦，并联使用特别小心。好，第十二题，取出系长短相同的三个金属片，好，它电阻是90、60跟30，串联圈起来，同学漂亮，终于出现一个串联的，串联在一起的话，请你用 P 等于 I 平方 R 优先使用它。其实它们公式是相通的，可是有的同学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因为他本身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，所以他没有把握。那老师先跟你指导说，你至少先学习，哦，先用这样。其实它们是相通的哦，只是你使用的要看清楚。为什么要用这个？你看老师画给你看，比如说这是 A， 它是90 ohm。B 它是60 ohm， C 它是30 ohm。来，你看着，因为串联它的电流相同，在这个图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电流了，因为 A 啊、B 啊、C 啊，电池的电流程不一样，所以你就不会带错公式了。你带这个一定是对的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如果你今天这假设，老师今天假设这里110伏特好了，假设的哦，如果你今天带公式带 V 平方除以 R， 那就完了哦。为什么？
因为好，你如果真的要带 B 变量出去啊，你要把 A 的电压算出来，你不可能用这里的电压带这里，带进去这个，然后带 A 的，然后把这里带 B 的，这里带 C 的，你就是瞎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110已经被他们三个分了，他们三个的电压都不是110，所以这个电路里面总共有四种电压。电池本身的 A 的电压、B 的电压、C 的电压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带 V 平方除以 R， 不是不可以，你要找对电压。那为什么你用这样子用会比较保险呢？因为电流只有一个，你再怎么带，你也找不到另外一个电流，比较不容易带错答案。这样了解没？好，了解之后，这个题目并不是问你这个，它只问你消耗的能量。那很简单的，单位时间释放能量叫电功率，这两个是正比的关系，所以要找正比的，所以 A 就是一，所以一大于二大于三，所以答案第12题选 A。不管你带错公式，答案就跟人家选的刚好相反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就是这个题目嘛，第13题，改成并联的话，你就带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。所以这时候他们电阻跟电功率就变成反比了，所以这答案就变成 C。电阻越小，电功率越大，所以这边变成 C 大于 V 大于 A， 就是变成3大于2大于 1， 所以第13题答案选 B 了。好，这两题刚好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串联，什么是并联的感觉。好，这是基本的观念，要建立起来。好，第14题，一般欧洲规格的冷气直接使用台湾的插座无法运作，需要请电来改变原来的配线，请问最主要是什么？电压。好，我们国际上的电压，每一个国家。不一样，像我们台湾有110跟220的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欧美国家，他们的本身的国家的电压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带变压器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、哦，变压器。好，第15，好，这个题目机测考的非常非常的频繁，太漂亮的一个题目。为什么？刘老师啊，这个题目到底要用哪一个式子呢？刘老师，也不是串联，也不是并联。对，问得好。这两个是并联，然后并联完再串联，那到底要带哪一个？带哪一个都可以，你只要找对它的自己的电压、自己的电流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懂这个电流热效应的话，就从这一题，你就可以真正打通任督二脉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他说：“如果甲的电阻，假设电阻是1欧姆，这是甲。然后乙的丙电阻都是2欧姆，漂亮。好来，注意哦，这个一定要复习电路学，你一定要电路学的概念。他说这样子都大家遵守欧姆定律。请问甲乙两个，甲跟乙两个灯泡的电功率比，刘老师，那这个题目到底要带 V？”平方除以 R， 还是要 I 平方乘以 R， 都没得带。他也没告诉你电压，没告诉你电流，你要自己假设。那电流你要知道，电流像水流，所以关键就在这里哦。来，注意，他说流经过，题目讲说流经过。哦，他问你说两个电功率比，那没有流经过多少，我们自己假设。为什么？这两个并联，而且又是同样的。来，不要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并联电压相同，又是同样电，所以假设这里一安培，这里一安培，那这里流过来就会是两安培了。所以你要带这个式子，带这个式子其实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带对它自己的东西就好。A 的电流你要带2，乙的电流你要带1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带错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公式它本身的奥妙哦。所以最主要你要带到自己的电压电流，这个公式就可以用了。好，带进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甲跟乙哦。刘老师，你怎么知道带 I 平方啊？因为题目没有电压，你说我要把它算出来，然后再来算 V 平方除以 R， 多此一举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带自己的哈、哦、I 平方啊，来，所以2的平方乘以1，比上乙1的平方乘以2，这就是我们要的电功率比。所以第15题答案我们是选 C， 答案是选 C， 这样了解吧？所以其实电功率的题目它是来自于我们电路学的串联并联的观念。你串联并联的观念，电压电流怎么分配，你了解之后算这一个你就会比较清楚了。如果同学不清楚，赶快回去复习电路学的计算。好，接下来老师为同学介绍填充题。我们来看到第16题，他说将50欧姆的电阻接在20伏特的电源上面，
请问这里电阻多少？好，电阻很基本，电压除以电流，电压除以电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一个答案0.4 ohm， 零点哦，电流是电压除以电阻。好，他问你电流，因为这里是电阻的。好，所以这答案是0.4 ampere。好，第二个，一分钟总共消耗多少的电能？好，注意哦 ，energy，v q， 然后 v 又乘以 q 又等于 i 乘以 t， 所以这个带进来，因为它的电压是它的电压哦。你要看懂图，哎，这个、因为它只有一个，所以它的电压就是它的电压，所以就是20×0.4。他说总共几分钟？一分钟60秒，所以答案多少？480。交了480交了。好，接下来看第17题，17题一样的，再算一遍，请问电流多少？来，1.5乘以除以3，所以答案是0.5。好，电池来咯，电池，这里地方0.5，来电池，我们带一次看看，电池是 V energy，V 乘以 I 乘以 T，VI。好，来 V 1.5。乘以0.5，他说多少时间？1秒钟，所以乘1秒就好，所以这个答案多少？0.75。好，0.75焦耳。好，来，以能量守恒的观念，注意听，这里提供多少能量，它就会得到多少能量。除非有一种题目是电池有内电阻，如果有电池有内电阻的话，代表电池它会偷吃，它自己会消耗自己的能量，那是很特殊的题目。如果没有特别强调的话，这里消耗多少能量就会全部给这个电阻，所以这里消耗了0.75焦耳，那代表它每一秒钟就是功率哦，所以这个灯泡的功率，就是0.75除以1秒钟，所以答案是0.75。所以第二格、第三格的答案都是0.75，第一格答案是0.5，好，0.5。好，16、17是再度简单的为同学复习一下电路学，然后复习一下我们基本的电流热效应的式子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18、19，同学在学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体会出来串联跟并联的感觉。哦，老师用这个题目再帮同学引导一下，为什么串联我们习惯用 P 等于 I 平方乘以 T？那并联我们为什么喜欢用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？ 好，为什么我们串联习惯用 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？ 并联我们为什么习惯用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？ 这个题目，这两个题目就会告诉你，那把观念建立起来你就很清楚了。来，首先我们来算算什么？电流，这个图形的电流是不是就是24×10+20？这两个是什么联？串联嘛，电阻相加，所以答案就是0.8 ampere。所以第十八题第一个0.8 ampere。然后二跟三，来，同学小心，二跟三，因为它是串联，所以我们习惯用 I 平方 R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电路图是串联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电流。0.8 从头流到尾，所以你没有别的电流可以算，所以带这一个你比较保险。所以第二题的答案，你只要0.8的平方，要10 ohm 的就乘以10，要20 ohm 的就乘以20。好，这样 OK。第四个问你电池，好，电池的话，你就这样记吼，电池是不是提供能量？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。VIP very important pig 也好，你习惯用 VIP 就对了，所以它重不重要？重要，所以它是提供能量的，所以 V 24乘以 I 0.8。 好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如果今天题目没有特别讲说电线有电阻或者是电池有电阻，就是电线完全没电阻的状况下，基本上它必须要遵守能量守恒。什么叫能量守恒？这两个所消耗的能量一定会等于电池所提供的，所以你把2+3一定会等于4。来，我们来验算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哈。这是0.8，好，0.8乘0.8，就是多少？6.4。0.8乘0.8是0.6，0.6再乘以10是6.4。
好，这里一样，两倍就是 12.8， 所以这乘起来，这里乘起来是多少？83刚好是 19.2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两个加起来一定会等于它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一定会等于它，这是能量守恒的观念。好，这是串联的图，同学理解了没？串联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啊，不管啦，只要是电池啦，一定是带电池的电压，电池所提供的电流，电池自己提供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十九题。第十九题是什么？并联的图。那并联的图有什么特色？在电路学里面你要特别小心，并联的话它们电压会相同，所以在这个图形里面这两个并联，所以这里的电压就只有一个，它是24，它也是24，可是电流却有三个哦。来，电流，第一个电流，第一个电流来是24除以30，第二个电流是24除以20，然后还有一个总电流，你看吗？如果你带公式带的对，可以。可是你看到，啊，这里是不是有三个电流？可是电压只有一个，所以你带电压，就算你观念不懂，你带电压也没有别的可以带，你这样带起来会比较清楚。所以第一个答案他问你，这个是 0.8， 这是 1.2， 两个加起来这是多少？2A。哦，2A。好，这题目你特别小心。好，了解之后，来我们看第二跟第三怎么算。来，我们比较一下哈。这边的2跟3我们带的是 I 平方 R，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带 V 平方除以 R？ 老师刚刚已经提醒过了哦，你因为它的电压一样。刘老师，我不要，我要跟你反驳，我一定要用 I 平方 R， 可以，但是你只要带对，你要带第一个电阻 R1 的，你就带这个 I，R2 的你就带这个 I， 电池你就带这个 I， 所以你不要 I 错了。你要带 I 平方 R 可以，你不要 I 错了就好。好，但是老师用电压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大家的电压都24、24、24，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带这个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这里的第二题怎么算哈？这里的第二题，所以这里的二跟三，我们就带什么 ？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。来，24的平方你就写24×24除以30，这是多少？24×24除以20，对不对 ？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这里约掉，这约掉刚好0.8，0.8这是19.6，这约掉，好，这约掉12.4，然后1.2，所以这里乘起来是多少？24约掉1.2，所以28.8。好，哦，这约掉的话，12的话，28.8，好，28.8，所以这个地方算出来，来看一下，这两个这样算 ，V 平方除以 R。那电池呢？电池有两种算法，能量守恒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答案了，或者是你看到没？电池永远 forever。来，刚刚我们这里有算过，这里的电流是2，所以我们用带什么 ？Very important figure VIP， 所以你这里带24。这里带2，就答案多少？48，没错。你把这两个加起来，一定会等于多少？这里算出来多少？19.6，这是19.2，然后这小数点呢？来19.2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一定会等于它，了解吗？这是能量守恒的观念。好，那这两题同学比较一下，一个是串联，一个是并联，他们到底的技巧在哪里 ？I 平方 R。V 平方啊，怎么用？一定要体会出来。好，接下来老师为同学介绍第二十题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看到第二十题啊。二十题他说有一个标示是 1.5伏特的电池，跨接电阻为0.5欧姆的灯泡。好，导线的电流是 1A， 请问电灯泡的电消耗的功率，电池提供的。好，你看这个题目，就可以凸显老师跟你讲的，为什么串联的时候。为什么串联的时候老师要你用 P 等于 I 平方 R 的？这边就会更容易证明了。为什么？很多同学这题目说，老师啊，我脑袋里面只想到这个公式，好，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他这里就给他带 1.5 的平方除以 0.5， 结果答案零分。为什么？老师，我这样带啊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。你怎么知道这个 1.5 伏特全部都是灯泡用掉的呢？你看哦，你会发现这样子就矛盾哦。
你看灯泡的电压其实真正只有多少啊？0.5 乘以一等于0.5V 耶。哎呦，老师，阿奶阿奶，为什么在0.5啊？这里怎么会1.5？对，就是老师跟你讲的，题目没有提醒你。难道导线没有电阻吗？难道电池里面不会发热有电阻吗？老师啊，这怎么没讲？因为题目已经告诉你1A了，他干嘛还要再讲？所以同学你要小心，你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不要说啊有公式有带数字就好了。你要搞清楚了，为什么这里不能带 1.5V？ 因为这 1.5 并不是完全灯泡的电压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去吃馆，吃去面摊吃个面，老板端10碗上来，面上来，你吃2碗，难道你10碗都要买单吗？其他的电压不是他用掉的哦、啊，他为什么要买单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老师还是建议你串联的时候带这个会比较保险。所以你看哦 ，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 的话，我只要带一，对啊，这个电流一定会流过它啊，至少不会错吧？所以灯泡真正只有消耗0.5瓦。那说老师，可是电池，你说老师啊这么多 P， 所以老师要写清楚啊，这是电池的，电池是 VI。那老师啊，电池消耗了1.5瓦呢？对，因为我们正常的电路电线是有电阻的，电池本身有电阻的，所以灯泡只有用掉0.5，剩下的可能就是在安培剂啊电阻线消耗掉的。所以这一个答案，同学要怎么填？第一个，他们灯泡消耗的要写0.5，电池总共提供了1.5，那消失的一焦耳，每一秒钟消失一焦耳，都是用在电线上啊、安培剂上，同学要小心。这个题目就是在告诉你，好，为什么带 I 平方的 R 跟 V 平方除以 R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这样同学就很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看21题，这一个题目。非常漂亮，是漂亮在哪里？他说有一个灯泡标明了30伏特90瓦。好，电器的标示，同学注明一下，电器的标示它可以告诉你两件事情，两件什么事情？电器本身的电阻以及电器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。好，什么意思？来，这个地方90瓦30伏特，这个电器的标示到底隐藏了多重要的秘密？他告诉你这个，所以每一次考试你都要特别小心。考试可能会给你一个电锅，可能一个微波炉，可能一个冷气机，然后一个电器标示，就要你去写底下的观念，你一定要懂，这是非常热门的考题。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知道电器的电阻来，为什么？这从一公式这两个交换来的哦。所以会等于30×30除以90。好，那正常使用以及它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，这个要小心，这个会等于 P 除以 V， 所以90×30，看懂吗？所以它可以承受的电流最大就是多少？3A。它这个地方约掉之后，来十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不是10Ω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看，他为什么写30伏特？这样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电器3×10 ，VI 乘以 R，I 乘以 R， 就是告诉你说，这个电器你不可以接太大的电压哦，接太大的电压它就会挂掉喽，它就会着火烧起来喽。所以这个电器的标志就是说，我这个电器是10Ω，我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就是3A。好啦，那可是没办法啊，我们家里110啊，甚至家里要220的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就加一个电阻来把它的电压下降下来。他说，如果现在我们串联了一个40Ω的电阻，好，这个电器，这个灯泡，好，这个灯泡还是在这里哦。请问这里的电压，我们就可以摆出多大的电压，而它不会烧坏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在这里面，从这里到这里来，所有都是要靠第一句话给你的条件。首先，这个灯泡的电阻是10Ω，是电器标示告诉我们。第二个，这个电线里面串联的电线里面最多的电流只能3A，也是这个电器标示告诉我们。
很多同学就是这两个数字算不出来，所以不晓得题目在问什么。太重要了，再讲一遍哦。电器的标示告诉我们，电器这个灯泡的电阻是这么多，而它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是3安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个串联电路到底我可以放多少电压它不会烧坏吗？所以来，我们最大的电流就可以承受3安培。我这里的电阻哦，我这里是总电阻，不是灯泡哦，是这两个总电阻，就是40+10，所以乘过去，我的最大电压就可以到150伏特，因为它旁边有一个40 ohm， 所以它接150伏特，就算它接150伏特，它也不会烧坏。但是你不可以直接接，如果直接接的话，它就烧坏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最大的电压就是150伏特。这一题很多国中生会看不懂题目在问什么，老师已经跟你讲解过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电器标示，你到底懂不懂这个电器标示到底在做什么？他必须要，他告诉你两样事情，你必须要自己算，题目不会给的，特别小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2题，22题就简单了，有没有？他说甲乙两个灯泡，你看这什么连？并联，太漂亮了。所以并联我们代表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是反比的关系。电功率跟电阻是反比，所以电阻2:3，消耗的电能就电功率，答案就是多少？3:2，所以第22题答案填3:2。好，23题，它有三个不同的电路，它说灯泡一样，电池一样，就假设一最漂亮的1V，大家一样啊，最可爱的整数，1 ohm。好啦，然后开始照着图形下去算，算出来该多少就是多少比，来吧。请问这里的电流是多少？来，1除以1，这里是1A。1除以两个串联哦，串联电阻是越来越大，一直加进来的哦，电线越来越长嘛，所以变长，串联就变长，电阻会变大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1除以2是0.5。A 哦，好，这个地方最麻烦，不是麻烦，要小心啊。1除以1，这里是 1A， 1除以1，这里是 1A， 所以这时候电流总电流流出来了，这个电池流出来的电流是 2A， 所以灯泡越接越多，这个地方的耗电量越来越大，所以电池的寿命就会变得很短。好，最后他问什么？请问ABC 三个灯泡的电功率比，好来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电路上面，所以我们就把不同它自己的电流、自己的电阻算出来就对了。ABC 来，这三个灯泡 A、B 跟 C， 好来 ABC，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灯泡带进来就好了。所以来 PA 比 PB 比 PC 个别带个别的哦，哎，明白吧？你要算 V 也可以，可是我们 I 已经算出来，干嘛还要再多算一次呢？好 ，I 平方啊 ，1 的平方乘以1，来 ，I 有了 ，I 平方啊 ，0.5 的平方乘以1，来，这里的 I 也有了，1的平方乘以1，好，所以这个答案就是1:4:1:1，所以答案就是4:1:4，4:1:4，所以他们三个灯泡，这个灯泡跟这个灯泡一样亮。这灯泡会比较暗，有没有？老师刚刚不讲过吗？串联越多，你的灯泡反而是越暗的。好，所以就是4:1:4。好，问你电池，那问电池呢？电池就带什么 ？VIP 了嘛，就带 VIP。所以第二格算电池的话，来，他问你甲、乙、丙三个电池。好，所以电池哦，甲、乙、丙三个电池，就看他们提供的。来，这个电池，看。眼睛注视的电池1×1比电池1×0.5比上1×2，好，通分，所以答案就是2:1:4，所以丙的电池最耗电，丙的电池最耗电，乙最省电，所以乙使用的会最久，好，所以从这个图形你就可以发现到嘛，哦，串联跟并联有什么不同？好，一定要体会出这个观念，不是只会一味的死记，然后死脑筋，只会带公式，只会背公式。你要知道背公式背后是要怎么用，
观念在哪里？这才是解电流热效应的技巧。好，接下来老师为同学来介绍底下下一题。好，同学，我们看到24题，24题这个图形看起来好像很恐怖，其实不难，它是两个并联完之后再串联，所以你要复习一下这并联的电阻怎么算。并联就是我们并联的电阻就是导数相加再导数，把你并联的电阻每一个导数加起来之后把它导数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并联就是越变越粗，所以并联越多，你的电阻会越变越小。记好，这把观念记起来。电阻线并联越多，你的电阻线是相当于越来越粗，就是截面积越大，那总电阻会越来越小。所以这算出来是多少？同温二分之一。所以这一个地方的电阻就是二欧。那我们的总电阻就是这一个再加这一个，所以总电阻就是等于四欧姆加两欧姆，所以答案就是六欧姆。好，那总电流呢？总电流就是这个12除以6就是2A。好，那已经完成一半了。这里2A 来到这边，来电流向水流开始分配。这里是1:2，所以它分配的电流就是2:1。所以这个电流来到这边就会分配哦，把这个2A分成3份，懂吗？每一份是1/3，所以它分配到1/4A， 它分配到2/3A。记住，电流的分配跟电阻成反比，这里是1:2，所以电流会2:1，所以它们乘起来的电压会一样，并联电压相同。好，这电路学的观念你要赶快回去复习。好，接下来就可以算出所有答案了。请问电池第一个答案 VIP 2×12，好，12×2多少？24。第一个24，单位是瓦特。第二题，四欧姆的在这里，四欧姆的各带各的，各自带各自的就好了。所以它的电功率就是 I 平方 R， 带自己的哦，你不要带错了。好，2×4。好，第三题的答案，3欧姆的，不要带错了哈，3/4×3，所以就是多少？三约掉3/16，这也是24×16。好，第四，6欧姆的是3/2×6，所以答案算出来多少？3/8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题目没有特别讲能量守恒的话，这两个加起来一定会等于它。哦，这两个加起来，这里算出来是多少？3/8，这也是3/16。对不对？还有加上这一个，不是，是这三个加起来一定会等于它，因为这是三个电阻嘛，对不对？这是16瓦，3/16瓦，3/8瓦，这三个加起来一定会能量守恒，这是一定要遵守的。除非它电阻线有电阻哦，关键就是在这个，有的国中生对这个比较不熟哦，两个并联的电阻怎么算？练习一下哈。如果不会，回去把电路学的 V 等于 IR 那个电路学的计算赶快复习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5题来。好，同学，我们看到第25题。第25题的题目，你一定要跟刚刚的题目来比较一下。它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三个图。刚刚我们第三个图没有这个 C， 我们只有两个并联。那现在多了这个 C， 差别在哪里？好，这就差别很大喽。答案看，他说灯泡都一样，我们假设1欧姆1欧姆全部都一样，好，都是一欧姆，电池也一样，那我们就假设1伏特，那前面这边 OK， 简单，为什么？1除以2，所以这是0.5A， 1除以1，好，来1A， 1除以1，好，这里是1A。这个呢，来这个地方小心哦，这里是1+1，这里是多少？ 2A， 来1伏特，1除以1 1A， 1除以1 1A， 电流流 2A 出来，然后分别它。好，这前面是并联串联还 OK， 现在最讨厌的是这个地方，你必须要先算这个，来这个地方又是刚刚老师讲的并联导数相加再导数，所以这里的电阻是1/2，就是0.5。好，所以这里的电流就很特别了，这里的总电阻不是一也不是二，是一，这里一再加这里的0.5，就是2/3欧姆，所以这里的电流来是等于1伏特除以2/3，
所以这里的电流是三分之二安培，很机车的数字，三分之二。然后来到这边才一人分配一半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看懂没？如果你这一个地方算不出来，这个题目你就没办法解决了。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哦，导数相加再导数，导数相加再导数。好，那现在开始，全部都算出来了，请回答，请回答这个题目到底问你什么？第一个 ，ABC 三个灯泡的电流比，好 ，A 的电流 0.5 b 的电流一 ，C 的电流在这里 ，C 的电流是三分之二。D 的电流三分之一，好，所以通分，通分这是二分之一，大家乘以六，所以乘以六之后，这边就是三比六比四比二，所以第一个答案三比六比四比二。好，第二个他问你电池的电流比，来，电池的电流甲乙丙，甲乙丙的电流 I 来0.5比二。比上这里是三分之二，好，这个丙的电流要特别小心，所以来一样通分六，所以这里多少？这是二分之一，所以是三比十二比四，所以是三比十二比四。好，通过电流比，那第三个呢？因为 V 乘 I 等于 P， 你这个地方电压大家都一样，所以电功率跟电流是成正比的，来。他现在问你三个电池的电消耗的电能比，消耗的电能比就是电功率，每秒钟消耗的能量比，好，电功率比，好，所以这个答案是正比的，所以答案是一样，三比十二比四，三比十二比四，所以你一定要把电路学再全部重算一遍，你才有办法解这个题目。好，最后消耗的能量比知道之后，请问使用时间，来，这两个是反比，为什么？第三题跟第四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能量越多，你消耗能量越多，你的寿命就越短，所以反比，三比十二比四的反比不是倒回来写哦，是导数比较反比哦，这个是数学的观念哦，导数比才叫反比，所以答案就是四比一比三，所以使用的时间就是四，有效时间四比一比三，所以这个寿命最短，对不对？这寿命最长，可以使用的时间比较长。好，接下来老师再为同学介绍第二十六题。同学，我们看到第二十六题的图，他说有一个热量计，我们来加热这个。来，这里一杯水，我们用这个电阻来加热，这里用这个来加热。那这个图形其实就是一个并联，这两个图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就是 A 十欧姆，这里就是 B。好，那我们并联的话，因为它已经告诉你电压测的是三十伏特，所以三十、三十、三十、三十，全部都是三十伏特。那你三十伏特除以十，这里就是三 A。那电流像水流，这里流出来，因为他说这里流出来是五 A， 这个流经过他们之后再回来还是五 A。所以我们伏特计一般电流不计，流过来之后这里三 A， 好，从这边流过来三 A， 所以从这边这里就是多少二 A， 因为电流像水流，它会分配。好，那这里的电流很小很小小，我们忽略不计。所以第一个答案，他问你说，来，正正相接，负负相接，请问伏特计的正极，伏特计的介正极，正极电池的正极在这里，而伏特计的正极要接 A， 那安培计的负极是接 D， 那 C 就要接正极，所以要接正极，第一个答案选 A。好，你要接正极，一定要找电池的正极，因为现在电池的正极在这边，所以你要接 A 跟接这里的 C， 因为这里 B 已经接负了，所以 A、C 要接正极。第二个。来，能量守恒，同学写一下，没有其他的特别题告诉你的话，电线电阻不计，现在能量守恒，所以我们的电池 VIP， 来这里的 V 30 I， 所以5乘30就是150瓦，就是全部的电阻线能量守恒，他们消耗的就是它电阻线。好，第三R2 经过的 R2 就是这里 ，R2 就是 V，R2 经过的电流就是多少？来，我们把它电流五减三，所以 R2 经过的就是多少？二 A。好，第四题有点在考热量的关系。他说，如果热量计 A 的水温是45°C 的话，那么 B 的水温应该会几度？来，因为 H 等于 SM delta T， 注意。同学，他们两杯水，来注意哦，
它们两杯水是质量一样，比热一样，所以你加热跟温度变化会成正比。同学来喽，正比，那你都说这是并联，所以并联我们电工艺要带 V 平方除以 R， 所以 AB 的电功率 ，AB 的电功率会跟电阻成反比，电阻成反比。来，同学，你把 V 的电阻算出来。V 的电阻，因为这里30除以2，所以 V 的电阻 ，RB 的电阻就是30除以2，15 Ω， 会反比，所以这里变成就是15:10，就是3:2。同学，听懂吗？再讲一遍，这里会变成 RB 比 RA， 为什么反？反比的关系，这两个是反比的关系，在并联里面。好、哦，他们是反比的关系，特别小心反比的关系。好，所以那热量跟这个又是什么正比？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，delta T A 比 delta T V 就是要3:2，意思他们改变的度数就是要3:2。那 A 从15上升到45，15到上升了30度，那 V 就要上升几度？所以 V 就要上升20度。来，这30怎么来的？因为原来它是15度上升到45度，题目讲的上升到45度，所以它上升了多少？30度。那30度，那 V 就上升20度， V 就上升20度。那它原来15度，所以15再加20， V 最后就是多少？35度。所以请问 V 这一杯水最后几度？答案是35度。35度。好，以上就是电流的热效应，老师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。